这洋装也超美的。你看它的领口这边，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它不是做那种扣子，它就是有点双层的那种感觉，很好看。就是它跟前面做不一样，嗯、就是有一些是做那种像这种排扣的，对。然后它是做那种双层，就是隐藏的，对对。但它是没有扣子的。然后它这件其实那个宽度其实还蛮大的，嗯，它其实可以穿到很宽哦，你都像我都可以穿，对啊，对，它其实很好看，对啊，但超级瘦的。然后它这边是就腰部，你可以自己去绑去调整，没错。它花纹是有点烟火的那种感觉，它的，但它你看它这个其实是有腰身，它肩线锁骨的细节做很满，它这边就是穿起来很瘦，它锁骨又加上。开一点小 V， 对，而且它这边是有做那种打折，打折细节更显示。然后这个布料，我觉得其实是算是滑料，但是它质感算是还蛮好的，对，就是很飘逸的。对，然后它也有附绑带，然后像你们就可以搭那种毛衣啊，这样子也太有气质了。对，洋装是超美的。